他们的武器很强，但我们的意志更强。 他们杀了，也依然要面对出生之族的抵抗。这不是在打排位吗？不方便吗？你把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来活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Nice。他们将记住，我是最后一个放下武器的人。好吧。全都没有活下来。 有些时候游戏太激烈，看不到对面没有谁交啥，自己都不知道。他们倒下的地方留下了自由的种族。 他妈也行！不要伤害！除非他们要夺走你的家。 有备无患。
魔能，代价就是他们的生命。不约他，算了。你只是为了快乐而起。出生之土的孩子，我们绝不为奴。谢谢乖去了，没什么事可以做。小兵怎么一下就没了？行动起来！敌人已被毁灭。Shut down。他们如果抓住了。我们是自行命运的唯一主人。哎，哎，我直接 Q 到他 E 上，不能打断他 E 吗？我记得我之前这样玩打断了，怎么这次没打断？我傻了。我伴着无声的旋律和安静的节奏而动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Irelia。
亚是我们唯一的家人。肩负重担的感觉，就是一千个人全都翘首以盼你说的每一个字。我没有点亮奶奶的灯笼，我不想让她看到这场屠杀。嗯？怎么这样？